向观众挥手致意。
上传2012龙行齐鲁龙斗争霸赛的比赛现场，这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，也是关键的一场比赛。这是78公斤级选手之间的较量，采用的呢是综合搏击的比赛规则。那红方选手呢是昆神，蓝方选手是道格拉斯。目前呢，他是在双方的是进行站立的拳法较量。刚才昆神呢是一个低边腿，但是没有把对方撂倒，双方呢都是在进行腿法的一些试探。现在红方选手呢，刚才一个拳法。那目前呢都是一些试探，为自己的这个实质性的进攻创造条件。我们看到是作为泰方选手还是主动的使用这个近身的接触摔法。现在呢双方是进入了地面的较量，所以他并没有一些实质性的技术。现在呢还没有进行一些关节的食指的这种技术的发挥。现在我们看到昆晨呢，红方选手是在上方，刚才是非常凌厉的一些拳法。并没有这个实质性的这种技术的使用。场这边呢让双方一拳进入了场地的中央，继续进行较量，比赛继续进行。刚才呢是一个腾空的一个后手拳法，现在能不能迅速转入地面，有一个断头锁的机会。我们看到这个手法呢并没有真正的使用，现在还是使用西法。双方的这个技战术的意图啊，现在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明朗。僵持，场上这边非常果断。那比赛呢，要迅速的进入这个实质性的这种较量，双方要重新回到同一个起跑线。他这个自己啊，一个追。不能击打头部，尤其是后脑。场上这边呢，看到是作为道格拉斯，他在倒地之后啊，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，对方的连续猛攻对他造成了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创伤。